没人吧？没有，是警察。有一个朋友进来了，哎，哇，对，还有一个朋友，对不对？哎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不对，不对，往这边走，哎，不对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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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
进来了吗 ？Hello，对，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们突然开始开直播？对，忽然，快点快点叫上你们的朋友一起，朋友赶紧来吧，来吧来吧，赶紧来吧，兄弟们。主要今天呢，是因为今天是小年夜嘛，对，是一个寓意着团圆的日子。Yes，对，所以就想着我们要开一个直播跟大家见面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就是好多人不知道我们这场直播嘛，嗯，然后我们就等了他们。对，等了，对对 对, 对，知道大家很想我们，其实我们也很想念大家。快快快，快叫上你的小伙伴们，快去找小姐姐，兄弟们来看我直播呀！受不了了，赶紧来吧！我们就在这儿稍等个三分钟，赶紧，等个三分钟，限时24:27，很激动，好的，今天会有很多哎小小的爆料环节，对对，全新爆料网，惊喜哦！大家想知道的。一些内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爆料。比如马哥能不能在一分钟里面做完200个俯卧撑？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不行。我不信，我要现场看你做一下。比如说雅轩能不能在一分钟内吃掉10个鸡蛋？可以，少了，可以20个。哇，雅轩昨天吃了30个鸡蛋，雅轩吃了50个，在我眼皮子底下。没事，反正我今天被新哥喂了药，中蛋，没中毒都算好的。不错，不错。啊！现在大家有多少人来？赶紧！现在多少人？多少人？看不到，好好奇啊！我们猜50万，盲猜30，150万啊！你算错了，算错了，1.5万吧？我算错了，你看错了，把万字加掉，谁的身背啊？150，190，啊，190个人，174亿全国人民，174万，哇哇！再等一等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各位快乐呀，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新年快乐，这么吓人吗？这么快吗？不知道大家帅气的主播现在在哪呢？怎么？进来的友友们，那个友友们干什么呢？哎，而且大家现在应该已经看完这个小年夜的舞台了，对，有什么感觉吗？我很兴奋啊，我也挺兴奋的。哇，我看到大家舞台好帅啊，好帅呀！我你。就主要太久没有在舞台上跟粉丝们见面了，是的，还是挺想念这种氛围的。嗯，对对对，有观众了，有观众了，真的很开心。今天真的是那个尖叫声不断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很兴奋了。对，那个发，感觉都要爆发了，太爽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实在是走那个出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突然我忘记了啊，就下台。下台的时候，实在是想多聊两句再走的。对对对。还希望就是多多与大家见面，是的，很想念大家，嗯，很想念大家。对，但是今天还其实挺冷的，哦，冷的，我在上面打过了。对，今天长沙下雪，突然开始降温了，不知道地方都开始下雪了。上台前，重庆也下雪，我妈说郑州也下雪，对吧？重庆也下雪了，我那还没来得及。哇哦，让我看看你的雪。长沙下雪，又没有下雪。长沙下雪，哎，27了，各位，27了 ，OK。好，其他小伙伴们到了吗？我们要开始聊正事了。那我们就聊一聊这个27是有一些小小的爆料，小小的爆料，爆料啊，爆料，三分钟爆料，爆料，来吧，爆料。那不然先问问雅轩有什么想爆料的？雅轩什么想爆料？爆料，爆料，秘密，我知道，我想一个，你想啊？我们的楼婉已经。刚刚拍摄完，你怎么说出来了？你别说呀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这是能说的吗？卢婉是卢婉，是卢婉可以说的吗？我说的吗？是卢婉啊！那你赶紧多说一点，都说出来。Oh my god！ 那我还知道马哥。哎呀，马哥唱歌很好，我知道啊。我也知道马哥，你快说一个，你一人说一个吧，一人说一个吧。雅轩在卢婉表演了那个特别经典的那个角色。别说你不说，我已经 guess 了吗？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是谁呢？我都不知道。好像说反了。好，这次罗婉很有意思，然后拍了很多这个，就是说全新的一些板块啊，希望大家能看懂的东西。大家都饰演了特别多、特别多的角色，反正有点尴尬。但是我感觉花絮还挺好看的。我和丁哥那个非常精彩。哇，天哪，那太精彩了！每一个都值得让大家尖叫一下。是 ，OK， 是的。谁还爆料？还有谁要爆料？啊，丁哥来吧。
对，其实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很多一些小小的惊喜，比如说我们录制了非常好看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大家觉得是什么舞台啊？对，大家最近发的这些歌。对，就是我们最近发的这个歌啊的舞台，然后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会上线让大家观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对，会喜欢，谢谢。舞台融入了我们非常多的小巧思，因为这群小巧思哦，而且它是 MV 版，比如说对一种剧情的联系，对的对的，哇塞，对，有哇，对，非常多我们的想法，比如说丁哥的想法，比如说马哥的想法。比如说严浩翔的想法，嗯，真的是太多想法了，是的，好多想法。而且这次的舞美挺好看的，是还不错的，值得大家期待，是非常值得期待，期待期待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这个天梯的迷你的，哦，真的吗？哇 ，What's that？ 一个东西啊。懂吗？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吧，这个是个东西啊，对，你可以放在家里，或者是挂车上，可以放家里啊，哎呀，是背包上，挂在腰间，上学的时候背着，格局小嘛，其实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抱着睡，对，抱着也行，我喜欢把它扔到天上去。沉默了，沉默了，我在想这个，我喜欢让它在天上飞。好像可以给他，然后就是这个迷你的小东西，特别的迷你用，对的对的，好看，总之他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是的，是的，也同样跟大家要一起见面的还有一个东西，是的，是什么呢？还什么东西？叶文快说呀，是一个东西，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好东西，迷你娃娃吗？还有个东西，就过了对吧？过了过了过了，还有新的东西，还有。你怎么说了我啊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居然想起来了，实体专辑。哇！是我们要发实体专了吗？我们的实体专辑吗？哇！第二张是吗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明天？明天吗？不是不是明天，我也不知道。等等等等，好期待，我好期待呀！年后，上链接。真的吗？啊！年后。年后，年后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年后发，年后，而且我们已经见过了样品，是的。哦，对对，很有意思。但是你们还忘了一个事儿吗？什么事儿？啊 ，OK OK。你们都不知道还有个事儿吗？是什么？快说！都忘了吗？受不了了，你快说！你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说吧！你等得我好着急呀！不要让我这么着急。马上谭宗。谭宗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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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宗？贺老师刚刚不不，我知道是什么，是拍过的吗？还没有拍，这筹备中，筹备中，在筹备，筹备中，筹备中，但是会有很多的惊喜。我们要去火星，哇，对，对，我们还要冲出一颗星，我们要去看流星，对，看流星划过天际。我们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们这样说其实会降低我们这场直播的可信度。等一下。对，就是在筹备一个团队。总之，这个会在春天的时候跟大家见面。我应该多等一会儿啊，应该在春天。对，应该会在，大概率，大概率，大概率在春夏秋冬，这一阵季节，不是，可能今年，今年，今年肯定会有。对，因为拍摄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对，说不定。张哥说可能在明年。哦，在明年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张哥是老板，张哥会带大家去三十年后，我们三十年后老板加倍升级。您说接下来的股东，股东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走走，张总说什么我就是。那这样的话，他是总。那我咱们暑假的时候就策划一场大型的巡演吧。哇！是怎么个巡法？情况允许的话啊，各种城市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爆料的还是正常？你还是你我说的这不算吗？啊！张总是吧？啊，张总威武，张总威武，张总威武了。这个事儿一定给大家完成。张总多，张总我说一个数，100场，100场算什么？开！到时候开着办吧，开开，开到世界的尽头啊！可以，笑死我了。
一百场的话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好像是不是还没说呀？哎，对，对对，确实啊，还有啥呀？我说慢一点啊，啊，这个演唱会啊，我们有巡演想在哪开啊？这在哪开啊？我觉得吧，重庆肯定得来，重庆得来一场，必须的，郑州得来一场，对呀，郑州得来一场啊，山东得来一场，成都得来一场，广州也来一场，对，广州也来一场，北京得来一场，北京来一场，是啊是啊，海口得来一场，海口来一场啊，我都海口。像个澳门再来一场，我觉得那肯定的，那不用说了。那个，全国云南来一场，全国都来一场。这样吧，这样吧，先渤海来一场，东海来一场，世界黄海来一场，来个世界巡演，海上我来个宇宙巡演平台，可以，金杯宇宙巡演啊，我们到火星上面去。太平洋来一场，哇哦，反正就是还是太平洋上是一个舞台，就是希望能跟大家见面。丁哥看看有多少人呢？丁哥肯定是尽量想跟大家。我在做，你看看大家说，看不到弹幕哎。丁哥看看大家说，五百，期待看，把手机拿过来呗。把手机拿过来呗，这是什么？拿过来呀，拿过来。主播你好，主，我以为叫主，570多万，叫主。让来长沙也开一场，拿过来，长沙必须开呀，长沙能开吗？必须开呀，长沙啊，长沙。这儿，张总说要开，广州也得开一场，广州肯定说了，这边是不是会快一些？深圳要开一场，开，小亚真帅，开。你们需要再说在哪开？就是上海开一场。阿木，我们穿秋裤没？穿了，必须的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穿。谁穿了？我反正就是。来，朋友们啊，这个我没穿秋裤啊，但我穿了毛裤啊。你穿了吗？没有，我没穿秋裤，但是我好酷。穿的毛裤。哇哦！关注一下呗。梁文好帅，他绝对不是。主播好像在跟主播打毛裤。没穿。你看到我全身，我今天不穿秋裤，你是知道要直播吗？你是强者啊，不穿秋裤。啊？为什么要穿秋裤啊？对呀，谁要穿秋裤啊？穿秋裤的都是不穿秋裤的都是强者。你不会再穿秋裤吧？你玩弄两副面孔。谁？哎，大家有没有朋友们？这样的话，我哪天必须要把马嘉祺穿秋裤的画面给抓到。马嘉祺秋裤都是发微博，都是占满一个衣柜。不要逼我把秋裤缝在裤子里。拍的没好，我错了。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让我们去的地方呢？我看看。刚才已经说了杭州，说了一个长沙，我看见了。说的不够多呀，这太远。合肥、广东、天津、南京，哎，南京可以。佛山、南京可以。广西，刚刚都没有说重庆。重庆，第一个说的，第一个说的就重庆了。吉林、广西、东三省，再来一个。这样吧。我们就画一个图绕圈圈，我们就从这一场点到哪去，对，点到哪开哪，对，来个转盘，我们就转，转到哪去嘛。这样吧，我们那个，可以，内蒙古青岛，青岛石家庄。其实我们可以啥梗不开去海边开一个，建个建个海边一个，真的，我意思是在沙滩上建一个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在演唱会上听到的我们的歌呢？每一首都想听到呀，肯定是每一首啊。有没有最想听到的？标准回答，太标准了。最想听到，你问问他们吧。最想的就是每一首，就是最好听的歌。看一下他们怎么说，都好。最好听的是哪一首呢？都是好听的歌。姐姐，快乐星球，真的有吗？真的有，那必须表演一个呀。男儿歌，那不得表演一个。第二个相遇，相遇啊，有你的季节，爆米花，理想之徒，每一首，姐姐真漂亮，有你，有你管，无尽的冒险，那就这样吧，见暖见暖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大家点播一首爆米花，有你管，哇，兄弟们，哇吼，什么，真漂亮。哇，这个人是谁？是一个有想法的一个，你要截图吗？是。退出直播间，什么？啊，对不起，插了个耳机。很有想法。丁哥就拿来当那个 BGM 吗？我好开心。你剪的吗？啊。这么随意吗？好，演唱会就开始了，各位。这是今天第一首歌。这是一个演唱会的 intro 吗？啊，你先来。就这样，阳光般，你悄悄经过，不可思议，为世界涂上了颜色，默默地守护着，总是做很多，让我懂得自我，不再只有我。刚好一点。
有时候想傲娇，却又总是在身后，也想给你一样的温柔。心急的痛，记得我是什么，竟让我也能为你守候。我们间就像电影，刚好遇见爆米花，担心的我把这个可口都吞下，又好像冰淇淋，刚好遇见了盛夏，加倍的香甜在心里面慢慢的融化。天空下浪漫的雪花，在你脸上思念如画，这关心有他替我传达，清楚一天气的变化，在雪花纷纷的一秒来说了什么就不是请务必收下，不管你是需要回答。OK， 就这样光斑让你悄悄经过，不可思议为世界提升了颜色。大哥再掉这个好吧，再掉这个的总经过不再只有我，有你的季节，又唱一遍，今天对吗？再来一遍，来个姐姐真漂亮吧！哎，好久没唱了，没跳呢，我给大家跳一个吧。好久没唱姐姐，唱那个，哪个？相遇时也蛮久了。姐姐，那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个全校通报是不是更？哦，古董，棒棒棒棒，古董，古董，哎哎哦。嘿、hey, 姐姐姐姐你今天怎么那么美，在我身边正装满却是奥利给，心情全甜都帮你点的新鲜，擦掉你的黑眼圈，约定约定 I say 哦，姐你真漂亮 I say 哦、oh, 君子乱想放松自己不要太刻意，不要太刻意深呼吸再帮你打个气，帮你打个气，有一天你会从命中注定，不管你选择怎么生活，它都会出现。开开心就陪你自己改变，请一直尽情享受的活着吧。OK， 是你是你，放下超级放弃气场，无敌放弃不顾。谁说单身有罪？又活得有自由被钻戒，很美。来一句，嘿。吃掉压力，熬夜升起上升期，半穿白底，遮住耳朵晚上掉衣，别管他们，爱的人始终都爱你，朝音速前进，去找到奇迹。直接跳到这里去，姐姐最漂亮。需要干嘛时间？呜，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不在家。呜，姐姐你现在陪伴我家。是你是你，靠在下去的气场，呜，放心不放单身。有罪有活的有自由为钻戒，很美就是要明白抱我红出来，别熬夜神奇小身体，慢出来这出了很多晚上的意，别管他们爱的人始终都爱你，姐姐真漂亮，姐姐真漂亮。 OK OK 好听啊，好强。是不是好强还有一条没说，我们还有哎还有这个马上要过年了，过年了 ，yes， 对对对，过年了，哎，有没有什么家里固定要做的事情呀、啊？比如说，比如说我们家就是要炸年货，我们家就炸年货，我爷爷会带着写毛笔字，写啊，写福，对对，写、哦、写春联。我有个想法，不如我们现在写一个吗？你意思是？啊，不可以啊。疯了呀就是会做一些好吃的，对，那时候马哥应该给我发红包啊、哦、对对呀、啊、对啊，对，这个时候就是之前马哥都发红包了、啊、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股东张总应该发红包呀、啊、张总张总张总您看我们都加了你二十分钟事儿怎么办，张总啊也是张总，这个怎么说？不能是白叫的吧？资金困难是吧？张总，你要向飞总和陈总学习一下，好好学习一下。他们不能向他们学习。
啊，就比如说我先跟贝总咨询一下啊，学习这事儿。咨询一下，好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们要做自己，对，是的，自己，马哥也要做自己啊。马哥，我都叫你一声哥了。你不该叫哥。张哥，哎呀，你看张总都叫你哥了，那你也是马总。是的，张总就发我。是这样子吗？就叫我一声哥，以后就是原来是这么论的。我叫轩哥。轩弟，轩弟，轩弟，叫轩哥发红包吗？发红包吗？轩哥，轩哥，发多少？轩哥，五包。哎，嗯，兄弟，好真实啊！叫我一声哥，我现在发。发多少？为什么这么热？先叫，叫了有惊喜，那没有。是大家热情感。人生哪有那么多惊喜？最多惊喜不超过两百。啊哦哦！人生没有那么多惊喜。来，谁叫哥？谁来？让我见识一下。第一个叫哥的哥哥，来，等下玩。哥哥。我群发的，我是第二个吧？群发的，群发，不好意思是，叫我什么？哎呀，我也叫了。Sorry， 我手机就在我脚下。对不起，先遗忘一下各位。我们这会儿有点忙，很快都叫了。哪儿呢？有点，发哪儿了？发哪儿？哪儿呢？发在我们那个群里面了，等你呢。没有呢。Yes。哪啥？啥什么？你发啥？啊，我卡了，完了。Nice， 一分钱。还好没叫。这个人呢，不实在，不实在，太不实在了，很实在了。来，我给大家发个，来来来，哦哦，丁哥这个红包发的，肯定哥发的，发一个，我喜欢。我的这个红包的作用就是在让丁哥和马哥忍不住，发一个，看谁抢得到。哟，谁在刷表情？要不别刷了。哎哎，刘文儿，哎啊！转了，我就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疯狂刷表情包，我疯狂刷表情包。他直接抬下去了。我刷表情包的意义是这个。群主呢？好恶心啊！还能这么玩啊？只能发红包，谁是群主？谁这样的？耶！我又发了。又是我吗？又是聊玩。怎么又有人发呀？我把马哥的两个那个抢到了。聊玩发，聊玩发。谁呀？我谁呀？发了一个聊玩又抢到了。聊玩得发一个。这么快？聊玩得发一个吧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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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呀、啊？他说我消息发太多，给我那个啥了。别，能不能先把这几个人屏蔽一下？群主是谁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说了。啊！谁的？多久发的？我发到了，我发了150。一个抢红包。39。58。那我来了。最后一个应该只拼手气嘛？拼手气嘛？拼手气了。怎么发呀？怎么了？想想啊，总要想应该。哦，不是，总那个。陈哥，我觉得你可以发一波。你们都开始发红包了呀？咱们这个环节我要拼手气的话，肯定啊！别刷了，别刷了。7块。怎么才45呀？好了，挺好的，45我也挺大，我很喜欢这个心意。哎，又来了！你们怎么领这么少？大哥，我在你们这儿抢红包，我抢到1000了。我抢到谁的？哪有啊？陈哥的。杨翔的，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就剩了4个。啊，我的。耶！张哥抢到了。大家还是理一下各位，来吧来吧，环节结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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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红包也要注意金额，对，然后这个红包就是开心就祝福，象征着祝福吧，心意到了就行。对的，开心就行了。对的，对的。然后这过年了呢，肯定要吃一些吉祥东西啊，比如说饺子、汤圆。对，哎呦，好饿呀，来尝尝，好饿呀。香喷喷的饺子，你哇塞，真好吃啊！我就开始喂了。哇，哇，还有汤圆，大哥，你怎么不吃嘛？这个饺子，你别捶我，强哥啊！你好激动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什么馅儿啊？豆儿，好兴奋吗？哎，马哥，芥末，谁要吃？谁要吃？我要，来，强哥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先来一个，我也先吃一个。是什么馅儿的啊？我要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芥末，芥末馅儿的。你好，真简单。哎，简单简单，我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嗯，这饺子好好吃啊。这饺子不错，吃没？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嗯，好甜啊。演了怎么讲吧？这什么馅呢？不是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哥，哎，还没嚼馅呢，你们哥。哥，哎，足先走了。允许你吃我的。这是可以，这是可以听到的声音吗？来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枸杞。哎，你是想吃饺子吧？来一个饺子，我来一个饺子。你，我也想油条。啊！
来个汤圆。哇，真的好帅呀、啊！我们看不见。还有谁？好黑的哦，好甜的，好好吃啊！汤圆好好搞的吗？很甜吗？可以。饺子也很好吃，就我想象的那画面，你包吗？我想象的那个画面，哦，我刚刚手伸去包的，看那个皮蛋黑黑的，真的好好吃啊！这个，哇，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前两天。哎，刚前两天怎么了？前两天怎么了？看着五彩斑斓的哥，衣服好看吗？哇，你画面感好强，我要兴奋了。你现在需要去看吗？现在去看吗？这两天我就陪你去，你去我也陪你去，走，张哥的风格，走，张哥最近的风格，哎，这两天，你要是说那天其实我们还挺幸运的，对，是啊，放完了刚好下雨，点完最后一晚冷静一下，开始这个下大雨，对，那天就是跟大家伙一起放了烟花，对，开心，各种各样的，放好多啊，放那个加特林。人生第一次放加特林，我说实话，我以前就看别人放烟花，我自己只玩那个。哎，我也是玩那个第一转的那种，放这还要玩那个插板那样子啊，插板。我当时本来在玩那个豌豆射手的，对，现在还有电子的。结果没有人给我说放那个大的了，我一个人特别狼狈的，我买完了再拍，我说哎，豌豆射手，然后我后面这样啪，我就往后面。不是，刚开始玩那加特林的时候不是。对，哎、哦，他怎么不发射啊？我就说甩一圈，哦，是不是很恐怖？那还贼我就在他旁边，把那个风，我就看那个翻了一圈，风那他就突然冒烟往脸上，但是我他烟就是有我人往脸这个你那边风向不对，对啊，对，对。放烟花也要注意这个安全，是地点和安全哈，还有当地允不允许放烟花，是一定得注意了。是的，是的，还要注意看看，就是那个放烟花的位置上面有没有电线啊什么的。对，我们当时一定要在合理的区域放啊，开车去浏阳放的。哦，嗯，对。张哥，你的脖子上为什么总有颗爱心？因为我的心总想着大家。能不能问我这个问题啊？因为在脖子上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也问，脖子离心的距离近。要我你脖子上为什么？你手上为什么有颗爱心？因为张哥想因为想把爱心的爱用动脉手上，难道快乐？哇！耀文说了啥？我听到。耀文说他很爱，把大家爱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说，我要他为什么说爱心都在我手上？我说大家爱都在我手上，站在手心里。还有什么？哇塞！哇，为什么说了这个这话？你看，我被张哥的爱心锁喉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塞！好强！哇哦！因为你看，爱冲晕了。是的。怎么？来，为什么？赫尔有个心。啊！我也哎，这有一个，你快说为什么？算了，小已经够了。让我们一起比个心。哎，来吧，比个心。来，比个心，各位。来吧。一起比吗？这个比这个心。你这我跟你比个七比吧。我要跟你一起比啊，凭什么呀？这也要比一比，这也要卷一卷。快，我要跟你一起。这就是代表新年快乐，这要卷一卷。哎，不对，你的手。这要卷一卷。我要这样这个。OK， 我这还得来吧。我们已经比好了，你们呢？比完了。我们没研究出来。翔哥，你看看，让你多笑笑啊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让你多笑笑。来啊。这是啥意思啊？比心啊！心王，我们先心神。就是，那你这样。心，我的心，哎。哇塞！赫尔。哇！真串一串了。如果你的朋友有七个人的话，可以这样。新的拍照，不止七个，同款拍照，可以有很多人一起这样。是的，只要双手交叉。只要站成一圈一排或者一个圈都可以了。耶，我的戒指。去哪儿了？化妆完了，想起来了。啊好啊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。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工作要完成。好了，所以，我一会儿拿着再聊会儿。你们不需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对，聊到这里了，然后再次我好伤心。我们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注意保暖，注意安全。对，下雪天气冷啊，多穿点衣服。对，
那行吧，那就祝大家晚安了。我要看看现在有多少人。来一个奇葩的下播方式，好像有什么下播？有鬼，有鬼！不不不不不，来了，配合他一下。哇，好吓人！可以再来一次吗？可以再来一次吗？再来一次吗？现在有三千多万。可以 NG 一次吗？可以 NG 一次吗？三千多万，看着你们两个在这儿，三千多万呀！那再来一次，再来多少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来个奇葩的下播方式，来个，我们来个奇奇怪怪的下播方式，朋友们。哎，我们的像钓鱼要被钓，哎。马上要四千万，什么方式？什么方式？意思是，那我们坐镇等到5200万。哇！哇！你可以啊。那今天等不到，不睡觉了。那他们肯定不要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就在群里发红包了，等到五千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练，我练俯卧撑。那我打会儿坐。快，奇怪的下播方式是什么？其实主要就是不想跟大家说再见，对。好吧，没办法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得工作。OK， 那就每个人跟大家说个拜拜吧。每个人来说个拜拜吧。谢谢你，亚群。那稍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他干嘛？为什么谢谢我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